UZI 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欣赏的选手，他现在拿到了冠军，站在了巅峰之上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打败他。和我搭档的都是天赋异禀的下路选手，而我有实力保护他们。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，要做到掌控全局。我的 ADC 你们都不要动。还是有着不输于安置的实力，我不希望在重蹈覆辙留下遗憾。这次我们整装待发来到北京，就是为了一雪前耻。卡莎扑到了后排，优待这波要升哥三杀，还有一个人头，这波全要收四杀，五杀近在眼前。在东部赛区的队伍中 ，IG 的确是我们最强的对手之一。但是在我的野区里，毕竟自家地盘，大龙小龙也是会认人的。对战 IG 需要我们火力全开去应对，春之虎弟对我来说远远不够。来一较高下吧，看看谁才是东部名副其实的 No.1。